好笑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了，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幸福来到中金沙高高耶。是新竹县的新浦镇啊，是的，哇，很有日式文化。那时候哈，你看看整个建筑，建筑的感觉啊。因为呢，这个新浦镇哈，喀扎西客家人的重镇，哎，那个时候有一间有百年历史的日式建筑，哦，以前呢是好地地短，现在呢把它规划成那种客家文化的导览园区了，为的就是要传承好吃的客家菜，悠久的客家文化，还有客家话，是。客家镇呐，是也算我半个故乡啦，好好的送奖啊，应该的，应该的。那特别来宾呢？沙欣荣，欢迎。小柯，耶啊，小曼，是的。蔡小杰，嗨。张布斯，嗨。马国平，马国平啊！今天的大家迷四足赛啊，哎，全世界，全世界最热门了，好不好？哎，大家对四足非常有兴趣。当然，当然，四年一次。今天又来半个故乡，我发明一个新游戏好了。什么游戏？就是天旋地转射龙门好了。哦，跟足球有关哦。有关系，来，天旋地转射龙门。好，来射一下。好，来哦。哇塞，龙门啊！为什么那么窄呢？为什么？因为不用踢球过去，人啊飞过去就可以了。多简单游戏啊！人是球，哦，人就过去。戴安全帽这样当做球飞过去。很勇敢的，马国碧扑一次看看。好，你就扑过去来。多简单，你看。西罗。门没倒 ，OK。哦，门没倒 ，OK 啊，多简单，根本送钱给你们呐。可如果你是那这样子有什么好玩的？对，要赚啊，赚八千。天旋地转啊。哦，这个男生要赚10000啊。哇，那很难啊，那这个就难了。来，就你先来了。我先来啊，试试看了哈。女生8000，男生10000。这样啊，随便来一个，天旋地转和射罗门 ，Go。3、4。走，哇，好烂！你这么烂吗？连门都找不到，你不要演了好不好？董哥，你这个假摔。你这个假摔是要举红牌的，对，太严重了，假摔啊！我跟你讲，很晕吗？我平衡感太好了，所以你转这样，我会真的有可能，应该站不起来。刚刚男生看好像不怎么样，来蔡小杰来，女生就8000就好了。我们会扶8000，好来，啊头啊看着这里啊，准备头靠着，要靠紧啊，徐哥，额头，好来开始了，对，靠紧了，要跑快点啊，哇，加油。对，啊，头再低一点，对，还没啊，头低一点啊，头低一点，喂，7、8，好，5、4、3、2、1，不错啊。他还真的过了，我厉害耶！来，第一位参赛者，第一位谁要玩？有没有？欢迎你，欢迎你，你们是文山社区发展协会。这是一群妈妈们呐，是，哎呦，啊，这算什么？这就是不忘嘛。谢谢妈妈们辛苦，来，谢谢妈妈。有没有代表要玩游戏？有没有？这是谁？等一下，你不是你们这不是妈妈们吗？你是妈妈吗？代表，他是主席的妈妈代表。主席几岁啊？现在23岁，现在做什么？学生，还在念书。天气又太热，受不了，对不对？赶快回去吧。啊，好，没有了，我是我代表来玩游戏，加油啊！来啊！人先乐观了，射龙门8000，来8000了，1、2、3、4、5、6、7、8、5、4、3、2。
为什么会爬进去的？很晕啊，当然晕。刚刚啊是错误的示范，所以我们只能给1000块啦，不能用爬的。没有完全对，妈妈来，妈妈。哎，你刚刚说什么？你先生有带红包啊？有，爸爸在那边。在哪边？爸爸在哪里？这一位吗？来，你是主席啊？主席啊？主席是吧？那主席啊？这你冒一下，这你怎么讲？怎么讲？啊，你有炸红包？啊，你不知道搞我？啊！你有炸红包？那叫低调。你呢？叫低调，站在后边。啊，我给他开心多啊。好，我啦。自己女儿不用拿到红包。不是啊，你想一个人带红包又躲在后面，那等于不用来，来干嘛？也对，对不对？我们这个主席比较这个害羞一点，没关系啊，爸爸先接了，有带红包，我们先颁奖给女儿啊。哎。那爸爸要不要颁一个？啊，要颁给女儿。对啊，加码一下，给女儿快乐一下。啊。哇。抱一下爸爸。对。亲一下。妈咪说，还肉呗。太大了，太乖了。懂事。对不？一定较早，爸爸妈妈还了，起码没啦。你较早嘛是啊。我就乖。我祖先就乖啊。来，谢谢你啊，来，请你休息一下。谢谢。啊，你不要走呢。你炸来家不能炸断你呢。半年五叔呀，刚跟你要请了啊。派两个防守他哈。对，不用防守，不用防守。啊，帮到到后面撑，快点，快凉了。啊，要凉。好，来，谢谢，来，来，下面一位。哎，男生。啊，大家好。哎，你好。贵姐，姓庞哦，庞，住新埔多久？住20几年了。20几年都没有到外面去奋斗？没有，都在留在家服务。上班族。我是今天要上班了，你跑来这边干嘛？我因为你们两个要来，是我特地来看你们的。好，一定要的。看过就可以先回去了。谢谢。来看我们，大家都这么好听，来看我们。对，是来看红包还是看我们？是来看瓜哥跟董哥的啊，其次，谢，其次重要，其次再来看红包，红包是其次啊，好啦，就讲其次嘛，十圈呐啊，来准备好，来准备，加油，整个要过去，所以一定要用飞网的，洪先生，好，第二十圈来杯，好来，开始了，一、二、三、四。这个蛮敬业的，加精神。我觉得哈，这种要闯过去比较难啊。对呀，我们应该把门拉大一点，哦，把门再放大一点，不要用人，我们用踢球的好了。啊，这样对不对？球也很难，要转完踢。好，哦，然后嘞，瓜哥，你看，哇，进去了。很简单，对不对？这样就踢进去了。对对对，太容易送了。是，那都通通转8圈好了。哦，8圈碗来踢啊！对对，你试试看好了，好不好？来。啊，那如果那8圈碗踢进去，这样有多少钱啊？有2000块。有2000块啊，好不好？好了，请准备。8圈啊。好。还没有，还没有。二，才2圈就运成这样。三、四、五。有没有比刚刚简单一点？好一点了。啊，对嘛。来，我们礼物哈。来，小礼物，没有过关。转了18圈了。是啊，对。来，小郭来，好，小郭来试试看。八圈。还是你要压气球？我不要，我踢球。踢球，好来。八圈了，预备。准备。一、二。本来是用冲撞的啊，现在瓜哥把它改成踢足球的方式，踢进去就有了。七，再圈，加油！八，五，四，三，二，一，好，没进了哈。差一点点。
你这个叫你要去哪里呀？你这个哪叫踢球啊？你在干嘛？你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吧？喝酒醉了，是醉了。哎，你现在在后面，其实我们很少接触他们，其实后面演的比你夸张很多哎。对，来来，我试一试，我试。你都只觉得人家演的，哇，好烂哦。华哥，你不要一出来就急着踢，瞄准一下嘛，五秒嘛，来，准备啊，有五秒时间嘛，两秒后再踢吧，准备啊，好，八圈，踢拳地转，来，等一下，你说我老人家，大哥大哥这边请，大哥来来来来，你几岁啊？我63，63啊，那你先来了，啊，六十三，八圈了，八圈了，好了，八圈了，他穿了，来，大哥哈，快点。快点啦，一圈，两圈，在后面说了，花都是老人家了啊。好，这第五圈了，六，七，八，来，踢了，五，四，三，二，一，没错。还好啊，还好来站的人。你跟我差不多一样老啊。对，我比你年轻多了，来。放着，这下面的有，这下面功夫里面那个火，来，各位，八哥，给原地转，没事，龙门，开始，准备来加油了，一，有速度了啊，二，八哥加油，三，四，邪神了啊，五，六，标准标准，七，还没遇到，八。标准，我有没有演？而且没有，球还是起飞的。关键就是要意志集中，对，就是球，就是我的生命，观众就是我们的父母，是，你要意志不平啊，对，而且现在拿那么多败，我们才给安慰。没有，你误会了，他刚刚是慢慢滚进去，也有得分，得分哎，你也得分，可是秒数比他快啊。没有比秒数，我们比进球，而且呢，刚刚他得一分，你也得一分，平手，现在进行 PK。来来来。感谢你，谢谢。老风暴都是无头刀，对不对？无出去啊！你咧做什么头路？退休啊？退休啊！退休唔等于做波转，起码够做波转。哇，你身体用哦，身体保持健康呢。我海钓啊出来，海钓啊，海钓啊！跪台，两三幺，你是什么？学长好，学长好，看到没有？学长就学长好，好，祝你提升一杯。啊，你叫谁？我叫，你叫谁啊？我叫，对，他没有吹，他没有吹，没吹，一人一杯，来，一人，一人，二，一，二，七，七，八，八，七，七下，下课，下课，下课，学长，我是班长，学长班长，学长，不好意思，我因为我是班长，谢谢学长，好，谢谢学长，谢谢班长啊，你们没事啊。一支陆战队，莫名其妙，他没有安排在里面，不要叫出来嘛。对，啊，你们为什么叫他出来干？没有，光哥是你叫的，他们喜欢叫哎。你听到三个字，你不服气，你就叫他出来了。对啊，那还有没有人报名了？没有报名。有嘞，还有嘞。啊，谁要玩？同学啊，同学。哦，同学哦。你几级是啊？几级是啊？100。你当兵几级啊？当兵。你当完兵了吗？还没当兵，碰到学长还不敬礼。是啊。我们顶起来！一、二、一、好，起来！向后转，向后转，向后转，向后转都不会，你看，向后转，你不是说军训啊？向后转都不会，今天一个步骤，下课，好。是啊，他还进来说，哎，不是吧？他还会 A 的，不要玩了。脸都红成这样，你有高血压吧？没有啊，没有可以吗？可以。没有啊，没有啊，快起圈了。你是中立人啊？不是，不是啊。哪里人啊？哪里人？新竹。新竹。什么学校？内市高工。内市高工，你可以转吧？可以，可以的。哎呀，先准备啊。那八圈啊。好，八圈。踢球了。踢球了。有啊，八圈啊。头要靠着，头靠着。地砖。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再圈。
演得可以啊，还可以吗？好可以啊，还可以吗？好可以，还可以啊！你有没有听你这样那么听进去啊？有啊，有吗？有吗？有啊，有啊，做掉！你刚刚做的效果比瓜哥还要好，还有华磊啊！很真！那要颁奖啊，太有了！恭喜恭喜！好了，对啊，是钢琴叫你出来的，是叫你出来的，学长嘛，一人前好不好？啊不啊好，好嘛，那是谁？ 你同学啊，想听吗？想啊。你为什么头要剪这样？剪坏了。是怎么剪？是就要那个安全帽放上去，这样贴连那边剪。哦，推圈的。哦，应该是用个碗啊。对对对对，来来来，这一千块先给你啊。好，踢啊。哎，加油啊！加油！然后要好笑啊，不要不好笑。你那十公斤的。来了。一，这也是安全了，小哥呆了啊。三，小哥再同学加油了。 你要去哪里？好笑啊！你很好笑啊！你比刚刚的同学还好笑。你们，你上啊！你可以站好吗？那是高工都培养谐星吧？是是是是。来来来，我们要礼物给礼物啊！来，请玉树送给你啊！好，你一千块分给他啊！好不好？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啦！是，两位好好笑。这里有没有感到像世足赛一样？哎，对，男女老少你都可以来玩。当然啦！继续收信佛。要。现在呢，大家流行小盆栽啊。哦。那天我来这个家里有蝗虫的时候，我还特别请教人什么万寿菊呢？万寿菊它薄荷都可以。今天介绍这个东西呢，就是现代呢台湾的食物啊。 做的不错，食物，它是个食物，这所以你就没有做啊，所以你做节目少嘛。我说节目多常常接触这个，对。他现在做的有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啊，你这样当时，要不然怎么当时干嘛？怎么会是？哎，这一期，这可以吃，上面是巧克力粉，下面是冰淇淋。哦，你们这里骗人，你没有骗人啊？所以你们这盆栽呢？不接触节目，也不看别人节目，对不对？ 你不相信试试看，试试很甜，有的是很甜橘，很好吃啊。这个我是敢吃的，这个没问题吧？对，那里面呢是巧克力，上面是巧克力，底下都是冰淇淋，巧克力冰淇淋。哦，对，这是你所讲的。对啊，有的是黑砂糖啊。这巧克力。对，这你看很甜吧？怎么样？好吃吗？甜吗？ 不太甜，但有没有巧克力的脆饼？浓，奇怪，你怎么吃的感觉会这么差呢？你要不要来个吃一个？不会啊，这个很好吃啊。小哥哥，这个很好吃。哎，等一下，瓜哥，这个怎么会？这个是巧克力吗？哪里有冰淇淋？可是我这边都肥料啊，很苦啊，这是。可是我可以吃啊。瓜哥吃的，他津津有味的。一口一口接着吃。怎么这样啊？很好吃啊。瓜哥吃的觉得很好吃。 难道我？你是蛮有嚼劲的。另外一个，你吃另外一个。再吃别的。吃另外一个。这个很好吃啊，你干嘛破坏人家的美食啊？不关你的。就是那个味道有问题。可以吃啊。可是可以吃啊。不然就可以吃啊，你一直说不行。本来就可以吃啊。哎呀，它有巧克力的香味。哎呦，干嘛啊？美。哎。这是，这么好吃啊。 你可以讲仔细一点吗？为什么他是在吃土啊？你却吃在巧克力？是，所以你要多做节目。一千我介绍说，今天要做盆栽，这老板来来来来。耶！老板，刚刚放这个只是影子而已，其实你分得出来吗？哪个格子哪不格不合适？这个能一样啊？所以他店里就有这个创意，就请大家来吃这个，这个就可以吃的。这是可以吃的。谢谢。你们试试看感觉啊，就爸爸做的跟。 盆景一样，你为什么做的跟盆景一样？这个是哦，我是店长，我们老板呢非常爱他的那个女朋友，哦，还有一天呢，这个还想说，哎，有点创意，于是呢就用盆栽的方式，哎，放回来做了一个这样的特别的甜点。董哥，你嘴巴怎么那么黑呀？我吃的这个，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好吃啊。
吃的。上面的巧克力好浓哦，好浓郁哦。对，哎呀，像巧克力脆饼，对不对？对啊，好浓。哎，董哥这边还有啊，哎，这边还有，这边还有。这个可以吃吗？你是店长嘛？对不对？哦，对，店长。店长就不会像你一样。他拿的你可以吃，可以的。这卖多少钱？哦，我们这一个100多块。还卖那么贵啊？对，因为这个每天都是用我们那个现做的手工的冰淇淋。那上面这个草是什么草？这个草是薄荷啊，薄荷。所以在夏天吃刚刚好，又很清凉，然后上面是捣碎的巧克力。嗯，现在开始我真的可以享受时间了啊！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店长有来啊，要不然人家说奇怪，怎么那么在吃盆栽啊？哈，味道好浓，对，味道好浓。而且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加一个跳跳的？哦，有特别的，我们有加一个冰淇淋名叫对，冰淇淋名叫跳跳糖。那快快爆！你有没有吃到跳跳糖？有没有吃到跳跳糖？有吗？有吗？有爆的感觉吗？我有。你干嘛啦，董哥？明明就很好吃。你在干嘛？把巧克力吐出来啦！刚刚那个全部都是那个真的，只有一个是假的啦。要比较的。对，要比较。哎，你又拿到那个。你不早点讲。你去漱个口吧，你我怕你泥土就吃了蚯蚓什么？我跟你讲啊，我怕过两天了，嘴巴里面还长出树苗来了，喂，长出草来了，哇，这个运气很不好哎，没错，哎，他运气好差哦。对，他是明灯啊，以后看他选哪一队啊，要选对面啊。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叫做巧克力的盆栽冰淇淋。盆栽冰淇淋，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做的跟真的好像，真的不错，好像。然后我们有准备礼盒送给大家的，有准备，真的。就是这个，你现在吃的这个，那宅配到家里面，对，宅配在家里，冷冻啊，冷冻宅配哦，冷冻宅配了。刚刚我们上网了哈，那我们送个游戏给他，我们进行的是喜上加喜，加油！因为这个天气啊变热了，这个胶啊。要软很软，很难站，很难站。今天技术成分也有点，所以我们先来示范一下怎么控制。这样子哦。那个女生有参谁参加的？谁？我。很可惜，女生都没人举手。那你来示范好了。他示范哦，这样啊。对，因为观众朋友对于他的示范应该是抱着好奇的。这样是，我相信对。那就哎我选我，你选我，选我啦！你看他都认真，他都认真。好，来，你干嘛？好了，好的，不用眼馋出来，不用吗？我从来没看你上去这么标准了。有，示范一下，来，预备。哦，好，那是小杰先来了，哇，这个厉害哦，要平衡哦，哎，可以了，毕哥救他了，可以救他了。哇，今天很软。今天垫子很软。对了，这整个太热了，太阳晒下之后呢。上去还不错，是不是？轻一点，很软，真的很难平衡了，要跳的，对，好，有了。第一棒还可以，有了，好站，不容易哦哈，没办法哦，从头到尾啊，哎，蔡小杰就没失败过，嗯，真的，还不值得鼓励吗？啊，要鼓励一下，谢谢爸爸，这个优秀的选手要鼓励啊，对，那个只是示范呐，各位不要那么急哈。那先我们要比赛嘛？要比赛啊！比赛要不重要，随便拍两个。手，对手吗？有没有？来，就你们演的也太烂了，就你两个举手，你们不会通通举吗？啊？你们这么不团结吗？啊？你再回去，你们再回去。啊！这么不踊跃，还比赛什么？你们谁要参加比赛？太多人了，不好选。你也无聊哎。几年级？二年级。班队吗？不是啊。同班吗？同班。同学感情好不好？好。你要挑谁？马国碧。啊？你要挑马国碧？不是刚刚我。啊，是的。对啊，挑我可以吗？有没有在看？好。好。我家里最高的。我跟你讲，赵梦之啊，手长脚长比较慢。哦。赵梦之谁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小名牌这里。赵梦之谁你不知道？啊，谢欣知道吗？谢欣好像有知道，好像有啊。这边哪个是谢欣？哪个谢欣？来，谢谢，请回去。准备好，预备。好，同学先来哈，女生先上啊。哎呀，第一个还没跳上去嘞啊，要跳不用爬了，爬都爬不好爬。来上。哦，那也是哦，好稳哦。
完有这样子的成绩不错，但他们站得有点太慢，要功亏一篑了，下来了，功亏一篑，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刚刚刚一上去啊，进得非常的这灵人非常的好，对，就这一下，压住压住，今天比较软，哎，今天很软啊，不好站起来啊。今天啊，垫子比较软一点。高工啊，垫子高工，几秒？成绩62。六二啊，成绩不算很好哎。打过一分钟了。害你太欺负人了啦。好，沙基努。好说好说。害你太欺负人了。沙基努他了。真的吗？沙基努，好不好？还。沙基马。沙基努，我不要不要梦之啊，来，小曼，小曼可以啊。小曼可以啊，轻轻，体重轻啊。两位来，62秒了啊。小曼。好，小曼加油上啊！太好了。别动了啊！进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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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哦 ，hold 住 hold 住哦 ，hold 住 hold 住，往前趴，往前趴一点，小曼往前爬一点。哇哇，下来了，可惜了可惜了，再来再来。啊，这下过头了，这下过头了。现在整个垫子哦，非常的松软啊，啊，就像是这个啊蜂蜜蛋糕一样，非常松软啊。好，有了有了有，往前跳一点，往前跳一点，跳前面一点，往前压一点。好，现在抓点平稳啊！沙金奴，重心啊，沙金奴！你们两个好忙哦！有了，起来了，起来了，抱好了，抱好了！好，几秒？70！哇！又过剩了。好，不错啦，今天的不好控制啊，对，太软，真的不好控制。两位，两位，恭喜啊，一人一千。我想看一个组合啊。哎，谢青，来你们俩。我，为什么？为什么？看看能不能，你们最快几秒啊？对，这样子哦。好，孟姿跟马国碧哈。好，来一位。好，来。软，今天软，今天软。站好啦，你都上不去，你在干嘛啦？站好啦！今天真的不好上，专家都不好上。你站好啦！你站好。我今天不好弄的哦，你真一个人在玩啊？这样就好了啊，有那么难吗？现金腿软了，来来，孟姿你们看看，其实他们的挑战不起来，我看你们，预备，今天啊天气一热就软了。好，现在再换一组来试试看，对嘛，人家那么好，要我就上去了，你看。第二趟不好跑，第一趟很稳。对对，今天今天很软。孟姿啊，手长脚长的哈，但是这跳的还不错，一下子就平衡了。毕哥抓一点的，漂亮啊！这边一个手长脚长的，边上一个手短脚短的。孟姿运动细胞还是厉害啊！厉害啊，他平衡感好好啊！你真的蛮厉害的。嗯，对啊，他们两个的组合蛮互补的，一个手长脚长，一个手短脚短的，你看。天残地缺啊！今天因为热啊，所以不好上啊，对不对？哇，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游戏啦！是，继续送幸福。呀！接下来要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这个新埔镇公所的主秘。主秘啊，主任秘书。主任秘书啊，欢迎欢迎主任秘书。啊，主秘好。镇公所好不好？啊，很早呢。主秘好。贵姓大名啊？我姓刘，姓刘，刘主秘你好，刘主秘今天来到我们来到这个新埔啊，有什么特别要介绍给大家？哎，大家好哈，新埔其实它有很多的特产以及特色景点，新埔的三大特色就是柿饼香、板条 Q、中庙美。不是，我们本来画面很轻松，怎么突然变上课了？你要轻松一点嘛，轻松一点。啊，对对对，
板条刘祖玉，四饼 Q 板条好，然后呢，钟妙，钟妙美，可是他今天也是两手空空来哎，是啊，介绍这个三宝，我们有准备我们的市长的手工艺术品啊，市长，市长，市长好，市长，市长，辛苦市长，是市长啊，市长协会的理事长，市长协会是哪个市？作品市子的啊，你市子市长哦，哎呦，市子的，市子啊，市子。新埔的柿饼是全省只有唯一的柿饼的产品，是起码也不是柿子的旺季嘛。哎，九月份开始，九月份。那你现在来干什么？现在到就是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柿饼加工的附加产业。哦，我们做柿饼要把皮削掉，是。哦，削下来之后的话，我们封口就是。他去跟经济部那边申请，是我请模特儿帮你拿一下。好，数一下，是，对，小曼啊，现在看到呢，那这个吹匠最新的这个啊，是，这个是视频柿子加工品做的，所以这个有准备这个东西要送给观众朋友，观众朋友上网了啊。是啊，那公公准备这个特色产品给观众朋友。是，那你今天都没有准备别的哈？有吗？有看节目，有准备红包，真的吗？请我们的新埔的政民代表会主席有准备是不是？对，有准，你要讲有准备，我们才能进行下面的游戏啊，对不对？有啊，那我们先送个游戏给他好了。可以啊。啊，我们送事事如意好了。啊，事事如意是什么游戏啊？啊，正在云了。就是马到成功就事事如意嘛。OK 啊，事事如意就马到成功了。那我们进行马到成功。刚刚不是主力说主席来加码吗？有，主席在这边啊。啊，真真高兴的见到你。哎，喂，主席在加码。一共没啊？啊，安娜。一共不是主席。你主席，哎呀，掉不了了。啊，主席，刚刚有拿了1000块的嘛哈？哎，真真高兴的见到你，哎，满心欢喜的欢迎你，哎，欢迎，赞，欢迎，赞，我们欢迎你，谢谢。哎，主席自己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从事开加油站。加油站？开加油站哦，这里帮别人加油啦。加油站老板呢？那个来开了呀，这样一过就5000就好了。啊，对，马比赛开下嘴哈，好，来，我们欢迎第一位，来第一位，哎呦，这个女同学啊，这个就是美女啊，哎，我们在附近看不乏很多美女哈，是啊，你是在这边就学吗？没有，已经毕业了。毕业了，你是新埔人吗？对，新埔出美女，新埔出美女，刚刚你女儿也很漂亮，对啊，是啊，哇，啊，你家里住新埔？对，你在那边做安心班打工，啊，安心班的是老师啊，爱心。不是啊，有帮忙，帮忙啊，助教就对了。那你有运动细胞吗？有，会跳这个，嗯，还蛮好。那今天主席就看到美女，我们好好加一下好了。啊，进来鬼，你几千我几千嘛，好不好？哇，你这个，你水花，你水花高了，水花高了哈。来，预备。好，女生3层先来。预备。我你会跳，你不会跳，叫那个小柯示范给你看。确定吗？他说我示范错误的吗？没有了，你可以的，你来那么多次应该可以的嘛。还是要玩气球。我要玩这个。好，玩这个好，来，预备。好，小柯来试试看啊。跳吗？哦。你还是玩气球对了。他的腿太短了，打不开啊。孟姿可以了，孟姿。脚要打开啊。预备。马到成功。好，孟姿来试试看哈，来示范一下。哎，有啦，这专业的。对呀，你的身材跟他差不多，这个很简单吧？脚要打开啊！双脚一蹬，双脚打开。对啦，啊，可以，可以撞到。再往后仰，再往后仰，你几乎都快过了。加油！最后一次了，有机会拿到2000块了。是啊，跳跳再大一，跳跳再大一，因为手趴前面一点啊，跳跳趴。OK， 有没有2次了？2次吗？爬爬，手不能2次。爬爬，哎，2次，还2次，要1次，只能1次哦。老师加油啊！助教啊，最后一次了哦。快点跳 ，OK， 可以啦。现在有谁给你机会的？谁给你机会的？那你是不是要抱一下？哎，没有，先跳过再来吧。先跳过再来。我抱完了再说，先跳过再来。他冲过来了，然后他冲太快了，来不及了。我了解了。别，阿奶奶，他这戏讲的话是？是啊，戏轻啊，能轻能轻啊。阿奶哦，你跳袂过呢。加油！可能度更高了，对吧？看我抖。哎呀，这个连滚带爬，这个。好，来颁奖啦！来颁奖。
那我们一千好了，来，那这个小礼物给你，谢谢谢谢。那下面一位，好，下面一位，有，你好，好，见下来，一定都是藏在。跑马拉松的吧，这种这个啊，就是跑到最后拔罐的，你看到吗？现在好流行啊，哦，健康啊，总共要花七八个小时吧？不用。你跑几公里？51的。那这个体力应该不错啦，好好跳一下来。好，加油！很有机会啦。预备。来，跳，四层开始啊。2000块啊。好，2000块，1000，1000哦。轻轻踩踩，轻轻上上啊。小碰到，撞到，小碰到，脚还撞到。你太轻敌了吧，大哥。撑开，完全过之后再合起来哈，脚不能撞到啊，脚打开哦，加油，哎呦，来，一次的挑战，好，结果刚访问那么久，他一直脚碰到 ，Go， 加油，脚劈开点，劈腿，劈腿，劈腿，对，他的脚还是很危险，他一直很想要把脚合起来耶。这个他其实能跳高到后面末端，他脚还是会合起来，对，这样我们还是。这开袂掉啦，两千四千开袂掉。谢谢。不然一跳会高，跳会悬，但是卡会不容易。天哪！来一边。卡都唔敢开啦。唔敢开啊，嗯。来，五成的。成的，第一次挑战。你看，那脚。消到哦，消到哦。我跟你讲，他脚会撞到，他脚永远会撞到。最后一次。加油加油啊！你可以远一点啊，最后一次啊。这个体育运动健将五成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看今天体力已经消耗不少了哦。然后有了，这下有，这下有。哇，这次是因为它高度够，并不代表脚打得开。嗯，四千啊，它弹性很好。起码6000啊，起码3000啊，6000，6000块啊，主秘加到3000，我加3000，这跳没贵啊，这没贵啊啦，太高了，没办法，那直接放弃了吗？放弃可以哦，试试看，试试看，跳一次试试看啊，反正有机会。马上成功！哦，你看日本的可以跳20几层呢。对啊，真的假的？对，台湾的不算什么，所以我们要加油了。20几层，他一层是哎。我们在聊天呢。我们现在不能聊天吗？那你不能聊天吗？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他什么态度？本来在紧张，他紧张，他紧张。我们在聊天不行吗？不是，可以。他只是想说，只是跟快点。不是我们的，看了那么久，不知道吹哨子吗？啊，真的紧张啊，紧张。你也就算了。他我不能放过他，他可以，对不对？他已经就摆啊，来一杯，加油加油！6成的，6成的第一次挑战，这位大哥到底有没有跑跳过来？很难哦，这个很难哦。这嘞，这跳嘞，他有收机会嘞，我觉得他有机会嘞。你是有害怕对不对？多多少少太高了。那先把他害怕放掉，再来一次，反正就是这样摔嘛，没关系。好，来，加油。第二次吧，助跑给他稍微，你们给一点那个冲击啊，再加一点了，给你鼓励了啊，3000，3000，我个人加2000都8000了，跳过8000了，最后一次了，哦，踢到，来颁奖，来这边请，2000块，主秘2000给你啊，谢谢，继续运动，运动是个好习惯哈，继续2000，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好，不错不错的，多运动，全民多运动了啊！谢谢。来，夏明威。哎呦，哎呦，哦，哎呦，哎呦，一看就是篮球队嘛。哇，我跟你讲啊，像团体吗？哎，不是，我们的一个团叫做 HWC。HWC，H 不是球买的漂亮，球就会打。球不是衣服穿的漂亮就会打。哎，蛮漂亮的，对不对？你们买这个球是自己踢的？不是，这是我们在国外订的。国外订的，国外。它是标准篮球吗？是。我看重量知道了吧？它是那种室内篮球。它会弹吗？哎，会会。你刚插板的。会痛吗？不会痛吗？啊？不会痛吗？不会痛啊。这个没有像篮球这样子算标准。光滑没有那种都是。那这样插板滑的怎么插板呢？它是表演式的对。对，表演。对。哦，你们不打篮球的。那你表演一下吧。对，我接下来带一段表演。哦，好好。
谁？这个名叫哈林篮球队吗？台湾也其实有很多耍花式篮球的。那我们另外我们在台湾有最近发明了一个新的招式啊，什么招式？新的招式就是用篮球下面用那个铁罐。你这边你在喝饮料？天气太热了。哎，我们在录影。我们录影在喝什么饮料？对呀。我想说，我补充一下水分。铁罐拿走了。你以为镜头拍不到你就喝啊？哦，对不起。你这没有错，但你怎么可以只喝一个人喝？你应该拿每个对每个段啊，每个叫八瓶啊。哦，好，那算了。用得到。你要用得到，这个就可以了。就可以了。这要干嘛？没有，其实我那边喝。然后呢？然后这样转。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大家请我们的阿奇为你示范。阿奇。球放在罐子上面，没错，第一次看到哎。呦，哦，你看，好像哦，就这样。我要加一个吧。哇！哎呦！哎呦！哇！厉害耶！你这个在假以时日不得了啊！你们为什么不练好再来的？没有，瓜哥，我跟你说一下，因为他紧张。哦哦。他怕生。我跟你讲，应该你们所有东西都急着想表现，应该练好再来。好，不会啦，已经不错了啦。他刚才算有转起来哎，这个很难有办法做到。再转一次，转一次，再转一次。他转久一点，他三秒钟都支不住。绝棒的，耶！对嘛，就像时间那么长。哦。刚刚那个连那个音乐台的片头还没播完，片头就来了。对呀，不错了，表演很好了。你们有什么愿望？我可以挑战吗？挑战什么？跳。他要挑战你。跳这个。你们要跳这个啊？对。好，来。弹簧嘴的。加油加油。一开始还是2000嘛，1000哈。来。你们。男生四成哦。来了，四成了吗？弹力很好。个子小像小小一样。对。来，再加一层。加一层奖金就往上累积2000、2000、4000了啊。哇，轻盈哎。整个弹起来耶。加油啊！五成龙，有人加油！哇，整个弹起来哦！哇，漂亮！对，真的很会利用，这个就是技巧了。接下来加到6成了，主秘我们两个那个主席我们就1人3000哦。啊，3000哦。六千了，预备。加油！看看他的弹力怎么样？啊。这个应该就这个就真的上不去了。这个身高比他高多了。这6成应该对他讲应该过啊，我觉得他6成可以过，7就很难了。嗯，有没有？6000啊！来看看蚱蜢先生，哇，可以过了。我觉得他可以过啊，6000是可以过的。果然，好厉害哦，蚱蜢先生。好。高度了耶！现在呢就不用，大家都不用加了啊，就是你2000，我2000、4000。你不说大家都不用加了，你干嘛指我？我们加一点意思不会过了。不是，那你也要先请董哥加，你怎么找我嘞？董哥啊，董哥啊，哦对，忘了。我现在有你们的号角响起红吗？这个加是一个气度，对，加了。董哥气度啦，大家都这么讲，他3000，3000，我2000了，没问题了。2000啊，那我就加到5000啊。那就5000的2000、7000、7000。刚刚3000了，6000的啦，刚刚六千的啦，6000加7000，13000了啊！啊，你们，13000块，7成，蚱蜢先生。希望成功嘛，不是说花了2000块，他不会过啦，因为他个子。你想来，你看他个子。哦，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清楚的来比较一下。你站上去，站上去，就高他那么多，他能跳过去给他13000算什么呢？嗯，对不对？加油哈！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啊，什么可以呢？啊，可以了，他想怎么样都可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你家里有比这还好的，你搬来没关系。好了，这样就能过。嗯，桥也桥过了。啊，身高也比对过了啊。他人怎么回去了？那在这里啊。啊，跑那么后面啊？你要不要进去从冰箱那边跑？预备。对啊。6000加7000哦。7成，蚱蜢先生。往后反正就远了啦。距离高的嘛。现在他又加上他。
所以刚往后拉有没有？反而距离远了，跳没过。我应该开放给别的同学，有谁要挑战这个高度？一万块，一万块是吧？休蛋嘞，我们先处理这一季度来了。老他是多少？三千嘛？三千。来这边三千，主席3000过，谢谢哈。来主席，也谢谢主席，谢谢主席。来这边6000，六千谢谢。对，这小孩子收红包一直看董哥哈，谢谢啊，谢谢你不错了。哎，辛苦。有谁要挑战呢？有，我挑战。你啊，我跟你讲哈，我就2次。好不好？我奖金就8000，我给你们都不用付。一次8000，8000，跳轨呢？哎，来一遍。来一遍。我这位大哥直接就已经就定位了，而且已经拉长了这个距离了。2次机会哦，来哦，大，来哦，大。你俩，你哪有鞋带啊？你哪有鞋带啊？你也要没鞋带，董哥，你带坏多少观众？啊，每个人看到你都想假摔。假摔啊！他说袜子会滑，他想把袜子拿掉就没这个问题了。哎，为了把袜子掉掉。还有袜子会滑，还我花钱请人家去撞墙，你撞那边墙就好了，还撞我们这边墙干什么？啊？加油！撞那片会死，撞这边不会啊。没有，加油！撞那边会没有钱，撞这边有钱啊。太勇敢了，来撞墙撞2次，来谢谢，好，谢谢你，谢谢这位大哥这么热情的表演了2次撞墙，让乡亲看的是哈哈大笑。所以说啦，不是每个都能事事如意，玩这个马道成功还是要一点技巧的啦。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让瓜哥本和你在。今天呢，各位来到这边的炎炎夏日啊，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游乐设施啊，水上游乐设施有吗？但是各位呢，服装一定要穿得很整齐斗艳，因为我们是艺人哦，所以各位接下来时间各位去赶快换漂亮的泳装，玩水对不对？我们去玩水了，要去玩水了啊！董哥，你不用，你可以坐高铁回去了。啊，这里还没有高铁，你要客运。我怕他到那边变深水炸弹。哦，对，大家穿漂亮一点啊，去准备一下，走。好，来，玩水喽！炎炎夏日就是要凉快一下嘛。既然都放暑假了，怎么可以不去找个水乐园嗨一下呢？就让瓜哥带着大家一起来消暑一下吧。耶！大展身手一下。对呀，真实都演。Yes， 梦思的泳衣，哇，小扣，哎呦，你为什么要挂蚊帐呢？没有，刚刚有太阳。哦，这样可以挡阳光吗？对啊。对的，大家准备好了哦。哇，小，这边一票都男的啊。对，好，挺好。那我这来到水上乐园，我算是男的。好，大家准备好要展身手了啊。好，男生泳衣就没什么好介绍，就没有什么好介绍。准备好下水游泳了哈。好，董哥呢？哎，你去三温暖了，还有我自己，谁三温暖？我还有我自己，都没有 Q 我，都没有 Q 我进来。那你这样被介绍半天，你也都没有发现少一个人吗？有，后来发现了啊，你真的很像大陆土豪哦。对呀，对呀，就是很有品味。你看那个欧洲啦，什么这个，哎，这种天气不怕中暑吗？那些那个富豪啊，都是而且不是光是泳衣，要有一种浴袍，对不对？上来之后才会整的。穿起来很有身份，是，而且也可以这个避寒。对，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讨论你的浴袍吗？对啊，无聊。你快一点啊，大家都正常，你要穿个外套，你脱掉啦。我玩水，玩水了。其实啊，脱不脱有什么？你到旁边休息就好了。我里面这个也是花好多，也是花钱买的。哎，你还有牌子的？你要浪费多少时间呢？快点啊！这什么东西啊，董哥？董哥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是准备？你在干嘛？摔跤吗？哇塞！脚力的，这还要特别准备呢哦。哎，你怎么脚力的？你还蛮敢穿的，要不然就我们用 T 恤盖掉就好了。为什么？这个是因为呢，一个很有名的人啊，蒙古脚力，他非常有时尚的观念，他就走在这个流行的前面啊，前卫。谁啊？他就穿这种泳装啊。谁啊？你不能说笑我什么土豪，我这么没有品味。你看，这个人他会没有品味？他会不时尚吗？他穿的跟我就是同一款的。哇塞，同一款的。哎，刘德华。刘德华。ND 了。哎，真的，是不是同一款的？所以你在 copy 他就对了。感觉不一样。认真看吗？哎，你这样子。是要把钥匙。
你摆 pose 要吗？真好，摆啊！这还要比对吗，高哥？好像放大镜放出来的。好了，不管他穿着，不要笑。你要穿这样玩水哦。对啊，就表示我很用心嘛。今天要玩水，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在讨论他的泳衣，好不好？我们进去游泳了。全校的水杯，全校的游泳嘞！等一下，干嘛？等一下，不是进游泳吗？你们没看到字吗？啊？哪里？禁止游泳。禁止游泳，对。哎，什么？我们来到不是水上乐园，不是来游泳的。等一下。哎，是我们到这里来，怎么大家换好泳衣是写个禁止游泳？是啊。你说他写禁止吸烟也就算了。对，为什么禁止游泳呢？禁止游泳池写禁止游泳嘞？我他又有水。来，上来。你们好，高哥好。你在那边干嘛？在泡水。那不是写禁止游泳吗？禁止游泳怎么可以下去啊？我们泡的泡水。什么叫泡水？那就禁止游泳，就是禁止泡水了。你还下去？你不懂这四个字吗？保养皮肤。No swimming。而且很奇怪，还有两个当救生员，你看到啊？你都不能游泳，你干嘛有在那边当救生员？你救谁？这个一定事有蹊跷啊！哦，对。你们这几个已经违反规定了。你待会我叫警察来处理一下。那么禁止游泳还在那边玩？那我哎，我们问问看他那个。来，帅哥。哎，那个穿红裤子的。哎呦，不好意思，这位大哥，来，请问你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工作是看好顾客安全。你都不能游泳了，为什么你还让他们下水？你上面不是写禁止游泳吗？他们是可以下水，可是是不能游泳。那他都不能游泳了，怎么会有危险？那你救谁啊？不是啊，这在造浪的时候那个会有。会有坡度，然后浪有高度，因为怕说浪打过来的时候，这里哪有浪啊？对，你造个浪给我们看看嘛。OK， 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浪有多大嘛？对啊，浪来了！哎，有浪哎！啊！哎呦！啊，原来好像海边的，好像有海边的感觉耶。要不然我们写个禁止游泳，不知道干嘛的。哦，好像在海边啊，真的哎。对啊。哇！这个在里面泡得很过瘾哎。对啊，可是我们应该玩大人的游戏嘛。大家现在知道了，你们也不要在里面，很危险了。危险了。玩点安全的游戏。好，叫什么名字啊？你呢？叫比比。你们来这边玩的？对。你们都一票同学啊？对。哦，那太好了。哦，真的吗？被我们碰到的刚刚好。哦。那这样，哎，跟他们玩个游戏好了。好啊。要关于水的，好不好？不是啊，那水都不能游嘛。嗯，对。陆地上玩好了。比较安全哟。对。哦。玩什么？水遇水则发嘛。啊，遇到了嘛，需要渡点嘛。啊，遇水则发。好，来，遇水则发嘛哈。是的。紧张的比赛啊。但是因为比赛太刺激紧张了，在这个之前呢，先让你们喘口气。怎么样？这边呢，还没比赛就要喘口气啊，你知道吗？对，而且这种比赛算刺激紧张吗？我还好吧。还好吧。对啊。这个很紧张吗？我们就冰冰位啊。哦，是吧？刚才。有点那个。两票不一定啊。国标表演。国标表演。是的。在这个游泳池旁边表演国标。这边有驻场的那种 dancer。我们想看跳水。表演呢？选这边可能不太适合，而且不能游泳，也不能跳水。国标精彩吗？很精彩，真的假的？是的，来看一下就知道。那就可以。哎，这场地够吗？哎呦！这杨将啊！又！哎，这个是不是？嘿，应该是说俄罗斯的吧？是吧？是。烧伤嘛，真的、哦。对，而且他衣服怎么不扎进去呢？这是这个人，我非常流行的在美洲的，对，烧伤。哦，你看这个女 dancer 呢，婀娜多姿的舞艺，你看看，抖动的嘞，就是没了。哎呀，看，笑容可掬啊，你看笑容，哦，你看那个唇部都很像。园区游泳还可以表演，可以看的，是啊。Hello. Here. You sao sao? Yeah. You sao sao? You come from Russia? Yep. Yeah. You come from Russia too? 他们来多久？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I only second year. 这个第二年，他们是第二年来到这里。应该会讲中文才对。那除了烧伤还有别的吗？对不对 ？Can you dance something else? Different type of dance. Different type of dance with. 对，有场地了。对。所以看他秀，要不去看表演？对，他说他们每天都在表演不一样的舞蹈。哦。对。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啊，我们要想看。
看他们秀呢，里面有这个他们同事不止那两个吧，还有其他有其他的一个 group 这样。OK，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OK 啦，先轻松一下啦。好啊，那你们女生女同学，女生队员，你好你好，你来，哎，你没有男生啊？你们是？你们都女生一起玩了？啊，女生都在玩呢，姐妹淘。那这样子啊，那那这样啊啊，萨基玛在这里，萨基努了，萨基玛，你支援他们好了。OK， 你就第三棒啊。好，那我们这地方要派董哥了。那我来了。好，那泼大力一点啊，如果没有泼到的都要被处罚啊。桶子不要飞出去。第一个三桶好了，加油。不要石头布，来靠近一点。剪刀，等一下啊，输的人还要处罚哦。好啊，输的就是被泼了。输的处罚我现在不讲，那个非常残忍。真的吗？来，好，那两位请准备了。来。来靠近一点，三桶啊，手靠近一点啊。输赢不是钱了，待会还处罚了啊。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赢了第一把，你在干嘛？快点！他赢第一把而已。破不好，要破好。好嘞，破不好你被破。一二，要破嘞。正面朝脸上，正面强袭哦。你来，来第二桶。站好来 ，pose 啊。一。第一个攻击胸前的啊，请破好了。哎呦，好像你泼脸了，不会很像吗？你都一直泼，他只能这样，他只能泼脸，他只能泼脸。还没到那个境界，他只能直直的。那你要赢了啊，来一样三桶。好，血池。啊，来吧，来靠近一点啊，要乱跳啊。剪刀石头。来，又三桶。紧绷紧绷，摆好摆好 pose。好，要拖到外面来啊！没有，你站好，你站，你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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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站好，等一下，站好，站好。你没有，你大家看你水80%在外面，摆 pose， 等下摆 pose， 预备，来。你的水也泼得不好。哎，也泼得不好。再一次，再一次。哦，那要等你赢的时候再可以。等你赢再说了。哎，他泼的不好，但我鼻子里面都是水。有了，有稍微呛掉。水没处罚他，还算可以的。哎，还有几桶？还有两桶啊，还有一桶，还有这一桶，两桶，两桶，来。他刚才泼第一桶就是两桶，两桶来。一二三。哦，这个还有一桶，还一桶来。那个破了嘞。真的在外面了，真的在外面了。上去。撒金卤味吗？你会泼吗？你会不会泼？你会不会泼？你有玩过？你不要水桶泼到人，怎么玩？水桶不要倒到人脸上啊！啊，要抓紧。我跟你讲啊，从下往上泼这种。我跟你讲，他从来没泼过，你放心。他没有玩过这个单元。往那边，往那边。从下往上啊！从下往上。对对对。那我可以打赤脚吗？啊，可以。先泼好，你水都倒出来很多了呢。哎，你水倒出来太多了，再加一点。来，预备。让我泼，好像怎么输一样。好来。现在我决定了，只要处罚都由他来执行好了。好，一比零，一比零啊！他比你强十倍。我知道，所以我找他来嘛。来，来，可以。我红了，红了，好像被打巴掌一样哦。真的，来一比零，一比零来。好，来休息啊，休息。现在有没有？没有，算了，接受处罚。对，好来。我现在好紧张。啊，上去卢，慢慢来了。艾丽，艾丽，台北来了。台北。啊，有男朋友吗？没有，那好，来拖近一点啊！什么东西啊？四桶啊！哦，四桶。来，手近一点啊！剪刀石头布。哇！来吧，你泼不好被处罚，来。啊，站好啊！这赵梦之站好，没问题的啦。梦之是最专业的妈的专业。是以来冰雪最漂亮的。请。多么好看，最美的。你这个泼啊，快被处罚了，多用力。勉勉强强啊。勉勉强强来。要再杀气一点，好不好，瑞？请像出水芙蓉一样，表演要从盲人脸上泼。对啊，你等他准备好，好不好？来，我听哨音好了，你好，跟我讲一下啊。来，请第三桶，来喽，听哨音，听哨音。对，而且他，你看他眼睛都不眨的哦。好，还有一桶，哇，真是漂亮，你看哇。漂亮，漂亮，你看没泼到就惨了。最后一桶了。好，哦耶，哇。专业，好，抱手，四桶啊，好，来了，靠近，
剪刀石头布。哦，翻了一层啊，精彩。没有泼好会变成什么结果？你知道啊？来，泼好泼好。预备。加油！哦，有强度，有一点强度了啊。来，标准。哦，对，要得准。怎样？怎样？好喝吗？鼻子啊，对，正常，正常，正常，因为有效啊。你好好跟我讲，好了跟我讲，好了跟我讲，不要假咳啊，来快。好了吗？好，好了，好了，好了。假咳数的。好来，干破了哎！不错，水都弹到这里来了。好，第三口。啊，不要闪，不要闪了啊！来摆 pose， 漂美美的 pose。难得上节目，你现在上节目了。对对对。好，开始笑。最美丽的。点点。不是不是真的，你们拍照不是最喜欢这样？这样吗？不是吗？嘟嘴，你随便把嘟啊嘟啊，你会嘟吗？把鼻头堵住。对对对嘟嘴嘟嘴啊！对啊。哇！准备。好，第四头。对，好，四头了吧？一比一嘛啊！好，来来，双方一比一嘛啊！剪刀石头布。好。糟糕了，我现在换装可爱了。梦之装可爱。来。你可以教他几个段了，给来来。不要面扑到，不要面扑到。可是梦是不讨人厌啊，他就是很美艳。对啊，半张的，半张的。哦，这样会看到。对对对。这个不讨厌。这个，这个也，这个也不讨厌，这个厉害吧？啊对，啊对对对。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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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对对对对。他没扑到我。啊，没扑到吗？没扑到。完了完了，他说了算，他说了算，他说了算。啊。你摆个让我满意的动作来，我看我看我先看。这个还不够讨人厌啊！你刚刚看我那，啊对对，差不多的，好的，来，好的。风狮斗。来了来了。啊，嗯，还有几桶，两桶来。两桶。救命救命！桶桶一样。对。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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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习惯在摆，不会让人家讨人厌。啊，对面对对，腰痛腰痛。啊。OK OK OK 好，一比一啊，一比一是啊 ，OK 啊，一比一，没有啊，一比一，好，男生，关键，上主了，好，哇，王牌来了，王牌，王牌对决，不是，刚刚看杀气盾会要人命啊，真的，所以不能太多桶，对，七桶，七桶啊，七桶好不好？啊，七桶，开第七桶，什么七桶？开始。来，三桶好了。第一个先三桶吧。三桶好，来，剪刀石头布来，三桶，剪刀石头。哇！哦，杀鸡第一把赢了。董哥，三桶可以，三桶可以。等一下就够了，等一下够了，咬一咬就够了。光石头，光石头。好讨厌！我抢到第五了。哇！光石头，光石头。光石头。你在干嘛？没看到血没破了他，有很强啊，那个风有感觉啊，有感觉啊，有感有感有感觉啊，整个会痛的吗？真的吗？哪骗人又骗人，血在流了，那真的吗？血在流哦，恭喜你哦，可以站起来了，可以了，好来来来，第二桶了，第二桶要什么痛了？什么痛？肚子痛，肚子痛，破肚子好不好？肚子痛 ，OK OK， 消他的油脂好不好？消消一下呗，维度，去脂肪哦，讨人厌吗？去脂肪好讨厌。哦，好痛哦！这个好可怕，好痛哦！好大力啊，好会泼！来来，第三桶，第三桶，啊，第三桶，三桶啊！头痛，头痛，头痛，头痛！猪咪尾巴，我们有什么也会啊 ？OK OK。啊，头痛的啊！头头头！对，你下次不要同情他了，直接往上。好，三桶，三桶，三桶，来，剪刀石。你想一下，人家出什么？剪刀。闭着哈，不要骗我哈。好，眼睛都闭起来。眼睛闭起来。剪刀石头布。好，好，睁开，睁开。恭喜你。好，来来。几桶？刚有三桶，三桶，三桶来。好，来。夏季奴哪里痛？他。哦。腰痛，腰痛。心情不好。董哥，你大力的，注意哦。也泼得不错哦，不错啊，也不错。你稍微弱一点，你有震动红心的啦，但是准度有，有内伤讲出来了。来，那一拳有到，那一拳。第二桶，第二桶来。无论是那个李医师很厉害。来，第二拳，第二桶。哦，我啊，董哥不错哎。有啊，一二三，前面了。
不错，都算有报到仇啊。哦，最后一拳四品四桶，四桶嘞，不用了，四桶来，五桶好了，五桶好了，五桶啊，五桶哦，加码五桶啊，加码五桶了，好期待哦，预备，加油啦，好，剪刀石头。这下精彩了！哎，董哥，你躺着好不好？你躺着，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哈。你躺着看吗？你躺着，从来没有躺过，为什么我第一个躺啊？看他怎么样弄啊，有办法能躺了。躺着有办法吗？可以可以可以。我看你这个力量到底有力道有多大？背对，你背对背背对，背对角背对角，换你搓背。对。好想要知道煞金牛用什么招式？小夹击。会痛吗？还好，还好。我想试试看正面，正面躺椅子好不好？椅子那边躺椅，躺椅啊，躺椅给你啊，好舒服啊！哇，董哥，我怎么觉得好像在睡觉，在度假？会飞，会飞。我摆一下痛。这样，这样要再疼一点吗？不用这样，这样。哇塞！第二头，这个一定要正面击破。正面击破，我来看煞金牛用怎么样的一个招式。OK， 哇，煞金牛真的好会泼，哇，超会泼，超猛的。还两桶了啊，不要太多桶了。准备。来啊！别了，哇！他真的会往后震呢，你知道吗？他的力道很强啊。你们的出来，你让他。阿翔的话恐怕飞到那边去了，上去了，真的很强。阿翔，要不试试看？不用吧，我刚刚那个有收到六成啊，真的啊，哦，再来最后一桶来，最后一桶了，背后背哈，预备，来，向你的动作上 ，OK 好，哦，所以你们赢了嘛，来颁奖了，观众朋友算获胜，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看你来抱一下，来哥哥抱一下。哎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好，剩下要处罚了。谢欣要处罚什么？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的处罚方式就是在水里拍照。这是什么处罚？不惩罚。这种水是水，你就回去浴缸自己拍就好了，还拍什么 ？No， 你自己用脚踩踩看。这用脚踩踩看。用脚踩啦，水池嘛。怎么样？还好，还蛮冰的，是吗？你的温度计啊？我这那边有温度计，我想要去看看。冰吗？哦，蛮冰的。看看。哇，这烫成这样怎么会冰？你这很害人呢。赶快看一下，怎么温度啊？看看几度？到底是多烫？几度？它降到十度啦。大概八九度啦。其实这个温度呢，我记得我上次去三零溪的时候，有那个天池有没有？我被丢下去，那个下去的时候，那个哇塞，这种感觉。是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水里拍照。等一下，那个你比较不会说谎。来，这里哪里来那么多冰的？你还穿高跟鞋？你个水的靴子穿什么高跟鞋？脱掉。直接踩下去的。下去，往下，会吗？看吧，演还在演。冰啊，冰啊，对。冰哦。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下去喊冰啊，观众也不会相信。对，你们去冰就好了，是蛮冰的。是冰吧？冰哎。所以要在水里拍照，其实是很痛苦。冰水，那等一下，那你不要下去啊！你这种年龄，我怕你血管会受不了。是的。他们两个要谁帮他拍呢？总要有人帮他拍啊。不然就 B 哥帮他拍嘛。B 哥可以吗？对啊。来，请就位。哎，等一下，我们用什么拍啊？有带照相机来吗？这个是 DV8，不用到 V8。其实呢，我们用手机就可以下去拍了。手机？你骗人！我们都有这个手机，怎么能拍？防震防红眼，你坏掉！我跟你讲，这手机你不可能有这个手机。这个手机台湾还没有上市。哦。是因为呢，我也算是时尚教主。哦。那常常去日本玩，最近呢，樱花妹都在封这一台。哦。它算是呢，它的旗舰机种。啊。限量土耳其蓝。不是啊，是个什么字？我们在问什么？你在讲什么？我们现在要拍照，你拿这个颜色。我要讲到重点啊！啊，你讲快一点啊！可以在水里拍照。水里拍照。是的，防水的。不会，而且呢，你深入到1.5米都没有关系。所以它是水底照相机。水底照相机也是手机。哎呦，还可以这样用。它是手机，但是它的照相功能可以在水里拍照。那水很冰也可以拍。
你到水里，我打电话给你，看你能不能接。谢欣姐，可以啊。没有，你下去的时候拍照的时候我再打，可以，可以接。对，它防完全防水。那我们可以在水里用4G 打卡吗？它是4G 没有错，所以速度非常的快。好，来，请这位。来，现在他们要完成不可能任务，下去之后要带下去拍照，拍不完整还要下去。哎呦，而且用手机拍照，这我第一次听到了吧？对，来。六度吧，这里八度吧。Oh my god！ 而且还有风。冰箱打开就是温度了。来，我看可不可以？你有拍照吗？你哥，你有拍照吗？我不知道。全身冰的，好冰哦！全身冰的，那冰冻一样的。好，好冰哦！怎么看你刚刚拍的啊？这什么啊？有吗？有吗？谁拍的？我快下！谁拍的？拍这什么东西啊？不是，潜下去，我眼睛根本不敢打开，我赶快。这什么？这什么？哦，好冰哦！你水破了。这好冰哦！这样还可以吧？清楚了吗？还可以啦。他很冰的，很冰的。OK 了 ，OK 了，好。对啊，再比较。在水里面有差。好，对。今天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新兰的手机送给观众朋友。送给观众朋友，送给观众上网就知道啊。真的假的？对，最新的。哇哦！手机就一份送给大家，那大家在游乐场怎么办呢？大家，我们就游乐场有门票送啊。有吗？大家。哎呦！爷爷，你好，你好。炎炎夏日，这种地方有好地方可以来了。表情好像刚从水池上来。太冷了，这边太冷了。那你们说做这么冷，为什么要害人家呢？没有消暑嘛。消暑。对啊，给我们游客一个。其实真的，如果说大太阳啊，36、38度啊，在里面那个真的，年纪大不行，我怕心脏受不了。对，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个，这是你的名片来。这是我们园区特别准备的一些小。哦，要送给大家。哦，要送给。以观众谋福利啊，20份。哎呦，所以要介绍，大概介绍这里有什么好玩的。这里可以到，哎，不，六福村不是有明日动物吗？野生动物园区啊。所以拿这个票不能去那边。这个是这个票可以去野生动物园。也可以来这里。那这个是我们水乐园。是不是很大？它还有那个什么，像大怒神啊，还有那个。好用。你看到没有？对，专门游乐区的一区啊，动物的一区。所以我们问清楚啊，不是光玩水上。还可以去路上的。水上。水是新的嘛，而且我知道你们还有住宿，这也可以住宿，对不对？可以。那你后面才住宿。我说这一张也可以住宿吗？那没有，这张没有。真的那你回去印章可以，我的在这。对啊，这种水乐园就对了。对，这边水陆乐园。OK， 上路方便。是，这送23张给观众，赶快上网了哈。好，那我们这么好玩的地方，我们也在玩个游戏啊。好，我们都要坐上来。我们都要坐上来，真的是好久不见啊！5人1组，3女2男，合心协力坐到水中的浮垫。今天分着阿翔、瓜哥、董哥3组，董哥有孟姿，还有男救生员。瓜哥这组分到萨基奴、小曼，阿翔这组有马国碧、小杰。更厉害的是，还有重量级的忠实粉丝。这3组谁会获胜呢？你们赢了有3000块啊！你们一人不能拿，是给他们哦。OK。我跟你讲，我们先讲一下哈，毕哥你第一个上吧，然后就开始吐他好了啦。如果不吐他，后面没力了啦。好，预备，随便了，好不好？准备了，准备了，大家加油了，我们都要坐上来。上，毕哥第一个地方都上不太去了。来，放上，快点，放上，别准备，这个麦，别准备。你别抓他哪里啊，抓他的头啊！我跟你讲，小杰，你等等，小杰先
门了，是不是？快点，快点，快点！一定是我的人，我的人才有。自身都难保，加油！这个，哎，上去了，他直接踢到了，直接踢到了，踢了，好笑。冰准啊！现在看翔哥了，就翔哥了。在哪里呀？申请我中间了，中间了。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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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帅帅帅！我算放很宽了，最后抓你们，你们算不是成功，但是你们已经，你有没有踢到对？把你们哭！哇！双双上去一直乱踢呀，超好笑的。几秒？102。102我们还赢不了。来，董哥，刚刚笑人家，看变变成笑我们了。那个救生员啊，哎。救生员，救生员怎么称呼？三叔，三叔啊，三叔，三叔啊，我还占我便宜叫他三叔嘞，三叔啊，来加油！哎呦，我靠！加油加油！一个三叔，一个海珠，一个，预备，我们都要坐上来。哇，身手矫健，非常矫健，董哥上，董哥上，董哥上，董哥。不错不错，快啊！快啊！是啊是啊！哇，快！是啊是啊！蛮厉害的，这组蛮厉害的，团结合作，团结力量大，团结力量大。小哥，你怎么被踢了一个？你又被踢！小哥。小郭认真，小郭认真啊！小郭非常认真，来，张公司上上上，好，身手矫健，来来，第四棒，可以上，可以上，好，小郭看你，小郭，小郭，小郭，最后一个小郭上了，啊，小郭，牛仔裤，牛仔裤，不要叫他，不要叫他，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啊，不错不错，好，几秒钟。为什么？第一个，他救生员看起来胖，很灵活。对呀。第二，孟姿也很灵活。里面董哥虽然呢，董哥虽然比较胖，但是呢，他也发挥他的作用。后面呢，团队不错。我在压嘛，我在压，我压住压的。所以啊，这个展现一个团队的精神啦。好，恭喜我们下董哥队获胜。啊，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大哥，每个礼拜什么都三组哎。什么事？什么事？三次，可是我赔麦克风哎。啊，那如果弄湿了怎么办？对，弄湿就完蛋了，要赔啊。要赔啊。对啊。那你不会拿下来？你要拿吗？要什么拿？就是我帮你啊。一起来都不是我自己拿的。来，我帮你，我帮你。你是谁啊？你还这么快啊？因为我想要钱。你们几秒我还拿钱啊？你先上对不对？然后拉我上去。OK。好，你们战略讨论一下啊。第一棒，第二棒。第三嘛，谁担？你应该担任阿翔的棒次吧。好，那最后一棒。我们大概应该70秒把它完成了。好，我们就拭目以待啊！不要碰板了。你刚才说什么？你远一点，不要碰板。冥想。他叫我不要碰那板子。你要碰板。
你们千万不要乱翻了。多少多少？102秒的98秒。好，来，81秒。我很有道德观念的，不行啊！我跟你讲，你今天的内裤非常 fashion， 非常时尚 ，OK 的。那能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干嘛？我从那边上比较拍比较对。刚刚机会姐来到预告哎，对我那边比较习惯，都一样的。哎，刚刚几秒重新来吗？还是重新来？暂停了，你刚刚翻我们船了。你就过来，我看江神手举起来，是讲话才翻后腿，没有比赛手举起来，帮我们传，哎别，就帮我们那裤嘛，不是刚刚裤子掉出来了，帮忙脱下裤子嘛，来我们家，计时来，对，来我们都要坐上来 ，Go， 好了，不要让我继续问你了，我们帮他休息一下，不要让我帮他们休息一下，把我的裤子拉好。65秒耶！还没公布，你如果要这样子，谁还要跟你玩？根本没有人公布自己还65秒，球员才65秒啊！那你要看一下啊，球员不能兼裁判呐。不是啊，不是单挑啊，我们三个单挑，单挑，一三三，董哥，我们三个 ，OK 啊。没有人帮忙的，没有帮忙，就准备上吗？预备，你不要放我吧，不要放我吧，我走一点，走一点，来。最快的，对啊，快啊！预备，来，我要跟加油，我要跟加油！是脱裤子啊？脱裤子啊？那一次脱裤子吗？没有人脱裤子，没有，好的，没有人会脱。来，把手举高，把手举高，没有举高，手举高，左右摇。推我们一把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第一名谁？来恭喜！恭喜你！这是我们的啊！最后，我想我个人要送一点奖金给翔哥跟爽爽，爽爽，爽爽啊！爽爽，爽爽。
爽爽还是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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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他们两个，一个带两个，一百秒之内，一百秒可以啦。带谁上去？这两个，他们要上。董哥跟双双啊，我们一个带两个可以了吧？试看看，试试看啊，可以啦。好，这因为两个对不对？一百秒，我们出单位给你们3000。耶，好，一百秒哈，来预备，董哥先上好了。董哥上不去吧？他可以顶我，啊，顶顶顶，你们顶吧。好的。好，现在我们来上顶更好了，让我们这个。都会勾到后面的人啊，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做好？不做好。上去吧，89，那就最好呀，很快，三个人上算好了，好，转转，另外颁奖，来，谢谢谢谢，来，你们要下来吗？你先下，一二三往那边啊，一二三。OK， 好，辛苦辛苦辛苦您，谢谢。终于拿到奖金了哈，恭喜你们。夏天呢，到水上来玩蛮愉快，很好玩的，泡泡水。但是一定要有救生员在的地方，要注意安全，要注意水上安全呐。对，啊，真的要到有救生员的地方，不然讲每年到夏天都听到河流、河溪里面、海边啊、河溪有时候很危险，真的，溪流什么的，真的很危就是合格的、标准的、标准水上的游泳池。是，像现在请禁止游泳，大家知道，因为他怕危险。对，好，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锁住明视，收看我们的重力大集合。趣味的游戏都在今晚的综艺大集合。